为什么各个部会不按照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编列预算，不愿意编列，还是说院长你有指令？委员，我们回忆一下，上礼拜我们都吃过一顿午餐，你很清楚。我没有听到你的回应啊。我都很注意听委员的话，我讲的话你都没有听。我说那一天我们在那个就是启动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多的事情我们放在朝野协商里面去谈。好，所以我呼应啊，你也听到我们对计划补偿我们是编了4万福利，请大家啦不要害了卓院长被人民骂说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计划补偿原住民我们也编4万还有人民还有地方的经济哈，你为了保护大家承担这样子的罪名哈。我明明那天说我编了4万，可是会党的黄委员说我一毛不编，你应该去问他啊，为什么他的听到话是叫做一毛不编呢？我们再来协商的时候再来一个错误的答复。接下来要问，不要避重就轻，好不好？好，问我们的。